局。不干了，不干了。牛奶。不干。啊，上次你托我会留给董事长的礼物。哎呀，茶叶。下集，再下集，我们同样下集。二爷。四个字，豪车品牌。凯迪拉克。不对，换一个。兰博基尼。灰色的那个。劳斯莱斯。再换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加油，加油。豪车。上次拿他的年终奖买的那辆车是什么？哎呀，玛莎拉蒂。苍蝇不对，大点，蜻蜓不对，五颜六色的很好看，五颜六色那个两个字，蚂蚱不对，你再想一下，你屁股怎么回事？蝴蝶，你噎个毛啊你噎！猫凯，他怎么知道屁股上什么东西啊？小小，听我，你被开除了，而且我还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那董事长，你听我。滚！哎，来来来来，聊聊年终奖的事儿啊！来，怎么真有个蝴蝶啊？陈翔六点半。